独处是一种安静的姿态，享受独处的时光，面对自己，让我听清内心深处的声音。心的开朗是我对自由的一种注解，无时无刻做一个自在开心的人。那些光线是空气里雀跃的音符，都为唤醒我的美妙瞬间而来。轻微、疯狂、旋律、节拍，在音乐的世界里，我翻转人生的想象，勇敢探寻未知的领地，积累到达远方的力量。每个女孩心中都有一只小豹子，它不止一面。